刚开始说找我做一个谈话节目，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行，因为比起说，我始终更喜欢听，听别人的观点，听别人走过的路，能把我带得更远。你知道，我小时候啊，我人生第一个愿望就是当一个相声演员。我之前住过一个酒店，据说是全部是人工智能里头，没有服务员，你叫他什么什么精灵、什么什么猫之类的吧，要个拖鞋送个矿泉水儿，对。翻这书，我就是叫一个大开眼界、三观尽毁。就苏格拉底是个千古罪人。说教你要这么嫁人的，或说教你要去独立的，都是同一种说教。我问了就是 ChatGPT 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可能问一个没有人问过的问题？他说梦是在哪一刻变成了回忆？但后来一想，这个节目其实能满足我个人的愿望。我就是喜欢听各式各样有见解的人说话。检验友谊的最高标准就是能否在一起说别人的坏话，就是说在生活中沉浸下来也是一种能力。大题小做的喜剧一定更有力量，背后藏着更大的悲凉，比小题大做厉害。你就把他这个事情呢，把它简化版放在动物的身上，你一下就想明白了。卡尔维诺说过一句话，他说所有古典的这些事物第一次都是重逢，然后每一次又都是第一次。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园子最美的时候，季节也好，天气也好。 对， 对，那这是冰山，这是白冰山，这是绿萼，这是《诗经》里的就中国差不多最老的玫瑰种。古老的品种是相对看上去简单一点，小，但是它很经得看，也很有意思。我经常就在这时候就躺下来，然后你就闻到草的气味。为什么叫做第一人称复数？你和我都是好奇且包容的人，我们是一个复数，但每一个人终究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在群体中仍然是第一人称。在网上也有人对被害者，比如说是女性呢，她有一些说法，她会说啊，比如说你穿着暴露啊，看起来好像是穿着暴露的问题，其实本质还是传统的父权制观念在性的问题上，在现实当中的一个折射啊，称为强奸迷思。就这种迷思实际上用在性骚扰里头也是一样的，他也会觉得你也有错，所以你这个自由是不能让渡的。对，就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对吧？骚是我的权利，扰是你的作为。比如说咱们说因为性骚扰这个事情，大部分情况下他可能要通过自己去消解这种屈辱或者这种愤怒。在网上也有人对被害者，比如说是女性呢，他有一些说法，他会说啊，比如说你穿着暴露啊，或者说你有没有言语引诱对方啊，这个。但是女性又说我有穿衣自由。没有啊，就是有的话，就是那个，就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对吧？骚是我的权利，扰是你的作为。对，人家还以为往往什么美女才会被挑，其实这个也没关系，即使是在职场里也不见得是跟容貌有关的。其实跟那个强奸里面它有一种称为强奸迷思，就是那些想象哈，就是说其实是因为你穿成这样，你也是，就是你穿着暴露，你举止完美受害者，对，你举止轻浮，你也自己这么晚出来喝酒，就是这一些，其实就是把它统称为叫迷思。就这种迷思实际上用在性骚扰里头也是一样的，他也会觉得你也有错。是那些个穿着暴露的经常逛夜店的人占比例大，还是说正常的、正常生活的，或者有这种自律的，很有自律精神的，也一样会受到。对对对，穿着甚至穿着保守的人也是一样的，会受到。跟你的穿着没关系，没有关系，跟穿着当然没有关系。另外呢，跟你的年龄，跟年龄没关系，跟美丑没有关系，是跟美丑没有关系，跟你知识层次也没有关系，真的是没有关系。我在想，那你如果说
你让渡这个穿衣自由哈，那你实际上有一个问题，说你无法界定我穿到一个什么程度叫能引起你合适的，对对对、嗯、比如说我曾经在中东有工作过，难道那女的全部蒙起 来我就 露两个眼睛了、嗯、难道就没有、嗯、没有人吹口哨吗、啊、没有被强奸吗？一样有、嗯、或者你像那个使女的故事里面，不是他们那女的戴一个特别大的帽子，那个帽子什么叫防止男性凝视，就戴一个特别大帽子你看不出我是谁，可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对你的构成的这种侵害吗？所以你这个自由是不能让渡的，对，你不能让渡，这根线不知道退到哪儿去。是的，所以这里边其实看起来好像是穿着暴露的问题，其实本质还是父权制的这种贵性的这种权力价格关系在现实当中的一种反应，对吧、嗯、很明显嘛，就是说在性的关系的问题上，我们都认为男性去主导，女性去从属，甚至很多极端的男权主义者认为，对吧，在性的问题上女性只是男性，对吧，发泄性欲和这个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当我们秉承这样的一个关于性的问题的认识理念，那么一旦发生类似于涉性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借口，作为来为自己开脱，使对方产生内疚，那由此而生完美受害者以及所谓的受害者贵族人就产生了。完美受害者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对啊，不能有任何品格啊方面的这种瑕疵，对吧？对，你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瑕疵，你必须穿的到脖子这里、嗯、然后呢你举止得完美才能够成为一个被害人。就是有一些传统观念呢，其实男性是获益者，嗯，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很多传统观念女性已经内化，对对，在自己的观念中了，他自己也认为，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啊嗯、你肯定会内化的。那给你施加了影响，你真的就买单了，你觉得好像是跟我有，给你洗脑了，对对，他给你洗脑了，你就会听进去。然后如果老有这种语言的话，很可能很多没有说出来的那些性骚扰的被害人都觉得，也许我也有错吧，他为什么会挑我，他怎么不挑你？然后他有时候就会，有些被害人会觉得我倒霉是我的错。就是为什么那种受害说要很长时间才缓过来，嗯，可能这就是一种，就是把错放到自己身上，嗯，然后当然对加害者来说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他巴不得错都把你们、啊啊、你都往你自己身上。那我们还有个那样的案例呢、嗯、那我们听了以后简直就都不是人了。一个十七岁的某重点高校附中的高中的孩子，十七岁，白白净净，高高大大，家里父母都是医生，这个跟网友接触，网友呢第一次接触，这个在他，因为他妈呀每次都去，那么大了还去接他，就每次都去接他，就那次没接他，因为在家附近一个学习辅导班，就是艺术的一个什么学什么唱歌跳舞的那么一个班，没有去接他。他放学出来以后呢，这个网上认识的人第一次见面，但是他们俩交换过照片。嗯，你认识我吗？几句话，他说哦，认识你，你怎么想起找我来了？快上车，快上车，这儿不能停车。就这女孩不想上，但是呢，这个男的说就不能停车，不能停车，就把他拉上车，拉上车，然后熟门熟路的到一个车库。进去，从车库的录像最后看出来，从进去到出来不到二十分钟就把他强奸了。但是呢，因为强奸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车库里有人经过，女孩没有喊，女孩没有挣扎的痕迹，但是呢确实有精液。从进去到出来二十分钟就把他放在附近的街道边上，也没说给他送回家，就分手了，就这么快的一个过程。这人惯犯，就让人想着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他妈跟我说呢，这前后呢笔录了五次，这个孩子笔录五次的伤害远远大于那个强奸的伤害。这个每次去只要一听到要去，那简直从头天就不能整宿的睡不着觉，第二天应该是下午或者放学的时候再去，这一天的课都上不了。就是震惊，不敢相信，害怕，恐惧，大脑一片空白，傻的一点反应没有。然后这事儿过去以后呢，就不停的就哭，一直在哭。哭呢，特别巧的是在这前后呢，他姥爷去世，所以这事儿呢，把他在同学面前
稍微的有一点折眼，但是呢，对他的打击，他就想，这事儿发生过吗？没有，没有发生，是做梦。他就想，哦，发生了，我居然成了，就是那电影里那个电视剧里那，我居然成了那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啊？我这辈子就算完了。那怎么从心理上帮助他？那我们呢，首先是让他把心里头想的，你说你害怕，你害怕的是什么？难受，难受的时候你想了什么？先把他的情绪先出来，情绪出来以后呢，就让他这个接纳这事实，你是被狼咬了一口，你还是你，你没有错，你没有错，而且你做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你是无辜的，你是孩子，就在那个咨询室里让他大声说，我是某某某，我是某某某，我是某某，我还是某某某，反复的说，让他这个呢替代他，慢慢替代他那个创伤的那个闪回，嗯，然后呢在这个一次一次说，不我们从来不问过程，我们只问他那个情绪，只问情绪，从来我们都不带过程，不问过程的。是不是在对于被性骚扰之后的心理疏导，也有一点，好像我听说第一件事情就要认定不是你的错，嗯，还不是你的错，还有呢，你还是你，你还是你，反复跟他说，你还是你，某某某，你还是某某某，你就是某某某，你还是某某某，慢慢的。我们这个几次以后他就情绪缓了过来，然后呢他呢是还是一个什么光电小组的组长，我们还找了一个志愿者呢帮助他在这方面呢给他提供一些辅导，后来慢慢呢就缓过来了。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比较长的时间，但是这应激反应这事儿你完全忘记不可能，但是那个情绪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就出来了，就是对一个孩子能伤害，能够伤害那么大，这是我没想到的。其实你看，其实说实话，你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性骚扰、性侵害这种性别暴力案件，对吧？只要是有点法律常识的，有点基本的社会认知常识，都知道在这种案件当中，唯一应当被指责、被惩罚的，肯定是这个骚扰的实施者和强奸犯啊。那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种包括很多女性自己都产生自责的心理呢？很明显就是传统的父权制观念在性的问题上，在现实当中的一个折射啊，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改变很明显它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这种性别平等教育啊。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宪法早就把男女平等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你要想这个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首先从改变意识，从改变理念和技能开始。这工作确实很难。刘主任说的比较高屋建瓴，我是从个人自身的生活的感受，因为我最早是在妇女报刊工作，1939年创刊的《中国妇女杂志》，这身边都是女人。那我孩子刚一岁的时候，我就得出差，我爱人就跟我打架，而且我们常常因为我要出差了呢，我都要走了，找不着他人，我只能把孩子放在邻居家，孩子哭吧，我也哭。我的最深的体会就是说，男女平等实际上是你身边的，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的丈夫，包括你的孩子、你的亲戚朋友是怎么对待你的，你那个感受是最强烈的。对，我看有一个人就说，对于男性来说，如果你想体验就是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女性怎么看，你不妨采访一下你周围的女性，你可能会大吃一惊。说是啊，他们这么看这个事儿，或者啊，他们经历过这些。他说你就跟身边的女性开始对话，可能你就会感受到。对了，反过来说，当然男性也可能会遭到这个骚扰。我前两天就听一个说，一个男孩长得挺好看的，可能去理发，那个女的理发师，然后呢说他这裤子呢可能是有洞洞的那种裤子，那女理发师就会伸手，然后他就吓得就跑了，就是这种真有这种事儿。所以说嘛，它本身不是妇女问题。对，所以啊，这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在校期间的这种性教育、性别教育，其实对于应付今天的事情来说，可能是少得可怜。对，我们那时候的就是上到生理卫生课，男生在一个地方，女生在一个地方，你是吧？分班上课，是不是这样？对对。
我们倒没有分班上课，但是我清楚记得是初二的时候开了个生理课，我们的生理老师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小老头。前面哈这个生理课他都讲得特别的这个精彩和细致，当讲到男女生理器官结构这一章的时候，他就直接跳过，跟同学们说你们回头你自己去看吧。所以等到下一节课他已经直接跳过这一段。所以我们在学校里边对于这种性的这种教育我们就可以反映，那更何况在家庭里边，我们的家长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孩子开展这个基本的这种性教育。我觉得这里面有澄清的概念哈，性本身是愉悦的哈，只是说性骚扰、性侵犯，那明显这是个违法犯罪行为了。像我们这种性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呢？很明显，大家都认为，对吧？学校有责任，家庭也有责任，整个社会也有责任。那我们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呢？很明显，我们现在还停留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层次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你当这些少男少女，对吧？在一个很陌生的或者说一个很突然的环境当中遭受侵犯的时候，他怎么应对呀？是逃跑，是等待，对吧？被冻住了，这种反应都可以理解。嗯、对，是吓傻了。是因为他在他的这个教育的环境当中，他压根就没有这种知识的认知，他缺乏基本的认知，他也缺乏基本的这种应对能力，对吧？那他肯定不知道怎么办。那比如说，据说在一些国外呀，他们的性教育里边就有基本的一条，比如说哈，父母可能会给孩子的这个书包里边塞一个安全套。当你哈面临这种避无可避的性侵犯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对吧？保护自己，生命权是第一位的，对吧？以前好多家长就会觉得不跟孩子讲是觉得孩子还小，我讲了他会不会反而干坏事儿？我们在云南边远地区做那个性侵预防的时候，性侵预防培训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师资培训，师资培训中有观摩课，观摩课呢就要给小学生，我们来给这些师资表演我们怎么给孩子上课。嗯，结果上完课以后呢，这个没过多少天，他们就反映说男孩女孩相伴回家，而且呢这个扒裙子，这个偷看女厕所，就在女厕所面前起哄把男孩推进去，这个就做这样的游戏吧，就再也没有发生。哦，就是把他去魅了，就是事儿没有那么神秘了，以后反而、哦、反而对，以前为什么我老把男的推进去，可能是觉得那个神秘好玩，神秘好玩，性神秘是个禁忌嘛。哎、你要讲完说不定就没有了。哎，对了，就没有了。每次做完培训呢，然后我都会留下几个孩子呢、嗯、这个来座谈。嗯，几乎是每个女孩都受到过性骚扰。老师您说这是性骚扰吗？就是这个他已经上四年级了，他记得他一年级刚上学的时候暑假，他的姨妈带着他的表哥，大3个月的表哥到他们家来玩，因为给他们俩一人买了一个新书包，挺高兴的。然后呢他们俩单独玩的时候呢，这个表哥就说，哎，让我看看你那地儿长得什么样，然后我也让你看，就是感觉是两小无猜，那个无邪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他呢就这个，当然他一开始也不愿意看，他也知道那不好，后来呢是不管怎么说又许什么给他这玩具那玩具的，他同意了，就扒开自己的裤子让表哥看了。表哥看完以后呢，表哥不脱自己的裤子给他看，他就跟他妈说，我那个谁谁欺负我，他看了我的不让我看他的。他妈说的，你傻不傻呀？你说一个妈遇到这么好的一个教育孩子，先说孩子不好，先说孩子不好。嗯，这是一个很好 的家长本身，这是一个很好的对他进行身体教育的机会。对啊，是身体教育机会。但是呢他当时虽然无意识，但是呢过这个几年以后，一见到表哥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老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嗯，那应该是在什么年龄以什么样的适当的方式进行这个性教育呢？应该3-4岁的时候就应该跟母亲分床睡觉，嗯，说妈妈是女生你是男生，男生你也长大了应该独立。嗯，他小时候他就会问了，妈妈为什么长乳房，爸爸没有，那时候就可以说了。对对，就要做，那个时候就可以进行身体教育了。是，就要做这样的辅导了。他从身体上先了解，对，两性的区别，然后会知道身体的界限。对，我觉得其实下一步就是可以在他再长大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告诉他边界在哪里。对，嗯，哪些是你不可以碰的地方。6岁孩子要求看女孩的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好奇。对。
但是孩子已经养成这个了，然后我用了20多分钟的时间，我给他做了一个保险箱技术。嗯，怎么讲？就是说，这个事儿存在你心里不舒服，但是这件事儿呢，不是你的错，也不是表哥的错，他也是孩子，你也是孩子，怪在你不了解，老师没讲，家长也没讲。现在呢，你知道了吗？我知道了。那你现在还不愉快吗？咱把这不愉快的东西，咱们用一个保险箱，咱们给它存起来。那你觉得保险箱我这儿有几个，我在纸上就画了，这是石头做的，这是黄金做的，这是木头做的，你选择哪个保险箱，选择，然后你选择一什么样的锁，然后呢选择，他就说我选择这锁结实，没人能打开，锤子也打不开，那你愿意从高山上推下去，还是愿意把它沉入大海？那我沉入大海，永远没人找到，然后把这个东西扔进去，那你离大海怎么这么远，你怎么扔呢？坐小船，小船翻了怎么办呢？坐轮船，甚至可以坐飞机的时候，坐飞机实际上是扔不下去的，但是孩子他那么想，可以啊，只要他扔下去，没人打开了，那事儿我们就遗忘了，遗忘了。所以性教育肯定得从小就开始抓起，当这个孩子有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认知的时候就应该做。当然，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小孩，性教育的这个程度哈，包括这种方式方法肯定是有差别的。嗯，不有专门这种教材嘛，对吧？这种比如说一年级上半年，对吧？你的这种性教育的课本是个什么样的？然后到三年级、六年级是什么样的？他随着年龄段的这种增长，肯定他的认知更多嘛。其实应该是个逐渐递进的一个。这些资源是有的，在网上也可以找到一些这个纪录片，但没有普及的。但自己如果去寻找，你可能还是可以找到。只是说，可能很多家长说性教育，老以为是在讲这个性行为和性安全，但其实性行为和性安全是已经他们眼里的，他们老以为是这件事情，是性器官教育。哎，对对。其实我觉得基础应该是身体的，就是你的边界，你尊重自己，尊重别人。这样你既不可能成为加害人，你也不会成为被害人。家长，因为人家碰你，你就知道拒绝了。确实有错误的认知。而且性教育呢，真的是伴随一生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里的七大方面，一个呢是悦纳自己性别，我是男孩，我是女孩，悦纳性别，男女平等。然后呢，包括什么呢？包括以人交往的技术，也包括这个。对婚姻家庭生育子女的了解和认识，你早晚会经过，然后包括呢拒绝和接受的艺术，也包括呢对生理心理的了解，也包括避孕，也包括预防艾滋，七大方面。我们这个性侵大篷车13个省市我带队做这个师资培训，我们在去年的中国心理学家大会社会心理案例的10家评选中第二名。嗯，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我在想，实际上说到底，人与人之间，尤其是这个异性之间，说到底其实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关系是性的关系，对吧？但是呢，当我们进入到社会里头去，你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其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我们在这些其他的比如说职场的关系当中，我们是希望把这个性的关系要排除掉的，对吧？你才可以有一些比较顺利的其他的这个关系。但现在生活方式也倡导多元化，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很多选择不婚，哎，或者说丁克，这我觉得是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倒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对吧？你觉得哪种适合我，你就选择哪种适合我，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行。像您接触到的很多这个学生会跟您讨论这样的问题吗？所以你看年轻人他也比以前更勇敢了，其实如果他选择的那个路径越多的话，其实意味着他更勇敢了。这也是为什么性骚扰被越来越多的可以被诉说了，因为原来都可以隐忍不说嘛，现在既然有那么多的选择了，我感觉其中一个选择就是他们敢说了。一个方面我们觉得在性教育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有很多的认知的盲区也好，好像还没普及，另外一方面咱们得看到这个社会对这个性别这件事情的意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对为什么有的人现在会被很多人去举报？因为他可能过去认为的一套社会价值观社会准则已经发生了变化了，他没有跟上这样的变化，总的是放开了，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文明。嗯，
但是呢，也有人越来越放肆。这个放肆就得有法律管着，有公序良俗管着，企业啊，还有这个机构的规章制度管着。嗯，那不是你的，就像有人看着这个东西不拿到自己兜里就觉得这难受。那有的那个吃的东西，有的人也是要吃。那这个性欲也是人生的一个欲望，嗯，特别是这个欲望呢，还涉及到对另外一个人的尊重，对对方的尊重，实际上也是你人对自己人格的一个尊重，也是衡量自己人格水平的一个方面。那不是你的，人家不喜欢你，你凭什么非要摸人家，搂搂人家，抱抱，管什么呀？他能得到某种心理满足吗？能，他是能得到心理满足，他的性需求获得释放了。所以呢，就是说做一个人而不是非人，对吧？是人，那你要用人的那种标准，有人格的那个表现形式去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人不可能像鲁滨逊漂流记，对吧，长期脱离这个社会存在。你是一个人，一定是存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人啊，你一定会存在跟其他人打交道，跟其他人相处的问题，那以什么样的准则，你是关系中的一个人，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要求，对不对？你得以一个符合一个社会人基本的这种行为规划啊，你要在最本质的性关系上再看上面的其他的关系。对啊，你不能把自己的一些私欲去侵犯别人的利益啊，很明显这个行为就不符合一般的法律道德的规范，不符合一般的社会行为准则，那这个行为怎么进行认定啊？当然应该是被强烈反对，应该被严惩的一个行为啊。性骚扰的呢，很多人隐忍，他有那个就是屈辱啊，生气啊，又没辙呀，你说我到底怎么办呢？有这样的。他都是什么情况？一般说就是摸摸索索的，在办公室，办公室那个茶水间，茶水间的这个他去倒，那个对方呢也假装接水，其实没有必要非得在这个一个地儿接水。另外呢，这个本来这个房间比较小，你待会儿再来也可以。他就一看他过去，他就也过来。他说原来一开始呢我没太在意，后来呢我发现他成心的，但是呢又没有任何表示，可是我心里特烦，是挤得他，我特腻味，我特别腻味，我怎么办？怎么办呢？那怎么办？一个呢就是说看到他来你赶紧走，还有呢你问他，你可以直接问他，但是这个人的性格他问不出来，他只是自己生闷气。那生闷气呢，那就说你没有错，你没有错，但是遇到这人其实让他你赶紧躲，你也是躲，不是正面解决问题。那你想想，你有没有其他的资源，有没有，因为这个人呢是他的这个直接的管理者，你判断一下他是想追求你，因为这个人是未婚，他是不是未婚他不知道，我们从咨询的角度帮他想各种可能性，他没有想到的可能性，那没有一个个可能性，那我们直觉就是他有没有可能是在追求你，追求你，如果你不愿意，你给他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他装看不见，你实在不行，你让别的人，你有没有可信赖的别的人帮你去跟他说，或者帮你去试探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再不行越级找他的上级说他这样的行为我感觉不舒服，另外你发现他跟别人有没有类似的行为，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替他考虑前后左右各种可能性。那后来有反馈吗？他感觉到心里舒服多了，他会就说老师按照老师您提的这些呢，我再去试一试，起码让他通过这一个电话呢，他看到了新的方法，新的可能性，实在不行你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我离开这个单位，这都是他的可能性，但是每一种可能性呢都要权衡利弊，权衡成本。
至少他被倾听了嘛，有的时候不然太憋了，别太憋了，可能那个热线给了他一个被倾听的机会，他跟一般人都不会跟父母说，对他不会讲的，跟父母说呢，他觉得让担忧，嗯，还有有的时候呢，父母完全是那个那种就是很不懂，没准父母还说他呢，是吧？别招事儿，哎，别惹事儿，是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觉得说，我这说了对我的工作什么样的影响？他有很多的顾虑，那很多的顾虑呢，有的呢顾虑呢是。觉得是合情合理的，有的顾虑呢是作茧自缚的，就是说自己束缚自己的，怕别人知道，怕别人那个什么呀啊，那我们也帮他平衡一下。然后这诸多的因素中最重要的考虑哪些，那对策是什么，我们一般的都是这样做。关键性骚扰呢它不像别的似的，他让人呢就是说不清道不明，为什么有人装看不见呢？他确实一开始让你抓不着那些硬的那些东西。对，你说他蹭你一下，他也可能真的是蹭你，但你蹭第二下第三下那还是无意的吗？嗯，所以你就尽可能说我不喜欢这样，你不要这样做，你就直接可以表明你的态度，明确的态度。开始你怕得罪他，你可以温和的注意语气的，但是要是坚定的否定的态度。但这一点对很多女性来说都特别难， No means no 是很难的，你要说不、是你要说 no 他也不一定觉得你真的是 no。 任何有自尊的人他听了这话他应该收敛，不收敛就是处心积虑。对，那下一步我有可能就通迈过你，我去上级投诉。嗯，我们当然是鼓励大家那个 no 说的更加坚定和那个态度更那个什么直接一些，但是实际上还是要考虑有好多女性的这个就是像这种态度什么强硬啊，马上就能够直接给挡回去啊，其实不是大部分女性能做到的，她们真的就有可能就是傻在那儿，然后当时头脑一片空白，甚至还会想我心目中这么高的领导怎么会这样，然后就是好多人碰到这种情况回去还要想很久啊，然后没准还觉得也许是我想多了，他们还会觉得是自己想多了，然后直到这个行为一步一步升级到最后他才能发现。有的那个是特别明显的了，第一次用性器官去那种触碰你，对，像那样的人就得给他一巴掌。对，那种事情可能会能够反应快一点，但是如果他开始像很多那个性骚扰最开始他没有直接以性器官的展现，然后他是通过一些语言，通过那个语言呢让你感觉好像他在赞美你，然后那个赞美呢又似乎和你的身体有关系。有一个也是一个老师，他去上他的上级寝室工作嘛，然后呢那个人给他回的微信就是先就是说你今天穿得很漂亮，然后又说你喷的什么香水啊，就当然你会觉得稍微有一点，但是你还是会给他回嘛，就是你觉得是不是有点过了哈，但是呢他慢慢就开始就说你要经常来，他本来办事一次不就完了吗，他说你得经常来向我汇报，就是已经开始暗示了。到这里好像还没有完全。对，到这里你都还不好翻脸了，对不对？那他就开始接着说，你今天怎么不来？然后就是微信是每天都会在持续的，而且你会看到他给他发，他也会回呀、就是校长，我今天挺忙，我没来。然后说，你一不来我都不习惯，我有点想你。然后就是这种话，这个算不算？就已经开始了呀，然后但是你想，如果你是要去办事和正常的工作，你也不可能说他写一句说我想你，你马上就给他拉黑吧。我觉得可能在工作的场所里头，不会有一个女性马上就把他拉黑。他现在他最常用的方式是什么？他顾左右而言他，他只能不正面接这句话，就说啊，那我明天把什么文件给您送过来吧。他没接这句话，他就想我赶紧换到下一个话题，比如说下次你再往什么穿着性身体方面引，我又给你引到另外一个话题。可是如果你上下文看，你还是觉得这是性骚扰吗？这是你不同意吗？你不是还在聊吗？你有没有给人家回一个臭流氓什么这个？有一个女孩子给我看，比如说她这个微信记录哈，她说比如说两个不同的人，就是男性赞美她某一张照片拍得很好看，给她说哎，你这照片说真好看，第一个说真好看，第二个说真好看，现在好想和你在一起，是不是那个加了一句好想跟你在一起就算是骚扰了？
那要看你愿不愿意。不，他当然是不愿意了，他都在他那个在拉黑名单里。就后来把人家给拉黑了嘛，但是他也不会说去举报或者干嘛，可能拉黑已经是他们能采取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成本最低。不是，但是定义中有一个就是指向性的。嗯，那不是挺明白的吗？指向性的。明示或者暗示。一到是性上了，那他就是骚扰。与性有关的现实当中的这个我们接触的性骚扰案件哈，大概在十几年前，我们在重庆做过一个小学里边的这个老师，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边被他的校长实施性骚扰。嗯，他主要是一种短信的性骚扰行为，比如说有一些字非常露骨，我想你啊，大概深更半夜的给人家发这么一个短信，或者说还有比如说认识你是不能拥有你，是俺今生最大的遗憾。类似于这种话语，对吧？就你对照性骚扰的这个定义，毫无疑问肯定构成性骚扰。但是这个女老师呢，好，你可以理解，对吧？她作为下属，所以当她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肯定她是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呢，她表面上还得维持跟这个老师之间的关系，所以给老师给她发的这些信息，基本上每一条她都回了，确实都回了。她可能就类似于刚才陈老师讲的，采取一种转移话题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回应。很明显，这绝对构成我们所讲的典型意义上的性骚扰。但你知道这个案子法院怎么判的吗？但这个时间比较早哈，在2005年就判决了。这个案子核心的证据就是一个是这女生写的日记，很多是几十篇，一个是聊天记录，因为她有短信聊天记录。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这个校长作为被告，他申请法院去到中国移动营业大厅去调他给这个老师发的这个聊天记录，女生给他回的这个信息全文的，法院还真全给他调过来了。最后法院一审核发现，每一次基本上每一条这个女生都回应了哈。最后法院的判决就是认为这个老师的行为存在不适当的这个行为，是这个女老师存在不当，那个校长，校长他的这个行为他没有直接认定性骚扰，他把它界定为是一种不当的行为，所以最后把他调离了，做出这样的一个处罚。所以你看，在十几年前，我们关于这个性骚扰，我刚才所讲的五难这个问题就存在，即使到今天，其实依然存在。职场啊、校园啊、医患型的这种性骚扰啊，一定要综合全案证据，不能单独就某一个证据说，哎，这个被害女性她自己也回应了，而且还挺高兴、乐呵呵的，不反对。这个判断标准，我认为是错误的，一定要全案证据来判断是不是真的违背她内心的真实意愿。这是一例子，还有一例子是发生在高校里边的，这个女生已经是个女博士了，跟着这个导师在做课题。这个导师本身他也有家室，然后这个导师他自己的妻子也是实验室里边的一个老师，然后呢，这个老师就已经利用他的这个导师的这个便利和权威，对这个女博士生实施长期的骚扰甚至是侵犯。但这个女生性格属于那种怎么说柔柔弱弱的，有一天还在实验室里边做实验的过程当中，这个呢他是两个房间哈，中间有个墙挡着两个房间，这个导师他的妻子就在隔壁这个房间里边用电脑在做实验，然后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边，这个导师跟这个女博士生，他走到这个女博士生身边，把她的裙子突然撩起来。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录了音，因为她已经知道前面被侵犯了很多次，所以她还想离她远一点，所以她就录了个音。录个音呢，里边就能看得出来，这个老师跟他说了一句，他说啊，你这件穿裙子挺漂亮啊，那个，然后那个怎么样啊？把裙子掀起来，大概这东西在录音里面能体现。这个孩子呢，最后还是有顾虑，他并没有走向法院控告，像公安控告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走的是校园举报。所以校方在调查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也是最后也就是和稀泥，组织双方多次的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和解，最后呢是答应了给这个女学生啊一些便利条件。这个孩子也撤回，接着坚持要求对这个禽兽老师进行一个严厉的一个校纪啊、政绩的一个处罚，所以最后就是这样解决的。这样子确实总体上来说维权还是比较困难，但也不是绝对的。好像您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就讲取证这方面是不是可以从被害方有没有说不转移到加害方能够证明自己是不是这个行为是受欢迎。这个主要是为了解决就是在证明上的一个最难的地方嘛。一个难点是证明那个行为到底发生过没有，有些瞬间的你可能是没有，那是一个难的。然后第二个最难的就是证明那个主观，就是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因为很多加害人都会说他没有拒绝，他喜欢我这样，
就是想证明这个。但是你如果你去告，你作为被害人你去告，你肯定说我怎么会愿意呢，我要愿意我怎么会来告呢，那我肯定是不愿意的。但是他们一般辩解的理由就是你愿意，你当时很开心，你还有说有笑，诸如此类的嘛，这就是他最大的辩解。但是如果把这个证明交给被害人去证明，他其实找不出什么，除非他当时又撕了衣服又抓伤了，那些东西如果没有，他不是就很难吗？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案子这么少，这么难证明，这么难赢。那如果在证明难度上能够降低那个被害人的难度，比如说他只要把这个案件去提交，然后能够证明这个行为发生了，就是那个人用了什么图片，什么骚扰，什么视频，怎么骚扰我，好，我的这些证明完成了，然后呢我又来提了这个起诉，其实这个行为就意味着我是不愿意的，嗯，是吧？我要愿意我怎么会来呢，对不对？他就说这个就完成了初步证明了，然后呢把那个证明其实是你情我愿，两个人很开心的那个证明责任，不要由被害人来证明了，交给男方啊，你不是说他愿意的吗？好，你来证明他如何愿意。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加害人就得拿出一堆证据来证明说这个女的又如之前之后怎么又来找他，他们俩又如何好，其实是一对怎么怎么样，他就需要去找很多证据来完成我没有做坏事，而我这是一段正常的感情，他就要去完成那个证明了。所以如果这样做的话，对于那个原告就是被害人那一方来说就简单多了，这只是证明责任上的一种设想，但是实际上法院还没有这么去倾斜，如果倾斜了的话，我觉得其实是证明难度就会降低很多。因为当时你要考虑性骚扰，尤其是职场性骚扰或者校园性骚扰，它具有权利不平等关系，它跟公共场所的性骚扰相比，它更加有突出的隐私性和隐蔽性特点，受害人的法律意识，他的证据意识更难，他跟一般意义上的这种，对吧，民事侵权，比如说，对吧，你打了我一拳，然后要求提起一个人身损害赔偿，这种民事侵权相比，很明显，性骚扰它具有这种高度的隐私性、隐蔽性，对吧？它这种突出特点啊，它甚至有这种权利不平等关系呀、啊。那你再按照传统意义上的，对吧？严格意义上要求原告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这公平吗？这明显是不公平的，它既不符合性骚扰这种案件的突出特点，对吧？也不符合法律要求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对吧？基本的价值追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论包括陈老师哈跟我们的基本的想法就是，能不能在举证责任分配这个问题上来进行相关的这种改革，去实施证据改革。虽然举证那么难，虽然告他也那么难，但我们大家就有这个意识以后，不是告不倒的，对，而且还是能举证的，而且你不希望，对，你不希望你的兄弟姐妹，对吧，你的孩子，将来的孩子都生活在一个骚扰别人却没有后果的社会里，对吗？其实我们说了半天，我们原来很少涉及到性骚扰，我们叫性侵，嗯，性侵呢实际上就是违背意愿，嗯，侵犯性的权利，对，自主权。而且呢，就是这个词儿呢，从最初，因为我们从2011年我们开始做这个儿童性侵预防的这个教材编写教材和这个培训的这个模型了，所以呢，这个刚开始呢有叫性侵犯、性侵害、性侵，实际上性骚扰呢是包括在性侵里面的，它里面这个程度有不同啊，程度不同。性侵害是指的已经遭受身心的伤害了，性侵犯那有程度的不同，有浅的，有深的。然后呢，我们这里分成两类，一个呢是性器官直接接触的，一个呢是非身体接触，但是呢通过语言，通过黄色的这个视频啊、画面啊、图画呀、啊，或者说在你面前暴露性器官呀、啊，那个不直接接触的这个性的诱惑、引诱和挑逗。其实呢，性骚扰我觉得就在这两个之间了。要澄清一下哈，在中国目前的法律语境之下，跟性骚扰跟性侵犯之间是有区别的。性骚扰跟性侵犯他们应该属于同宗同源，它的性质、它的源头是一样，但是他们的区别在于情节、后果、性质的不同。在中国目前的法律语境之下，
性骚扰行为他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可能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或者一种治安管理的一个行政违法行为，它是由民法典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调整的。然后性侵犯呢，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所有的性侵犯都是刑事犯罪，它都是由刑法来进行调整的。当然我们的刑法里面没有专门的性侵犯罪名，它是通过刑法分则里边的这些罪名来进行规范，比如说强奸罪，比如说那个强制猥亵罪，比如说那个强制侮辱妇女罪等等这些罪名来进行规范的。性骚扰跟性侵犯同宗同源，但是它的性质、情节、后果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对，严重程度不一致。刚才我听侯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界定性骚扰和性侵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直接性器官接触是一个标准？我们给小孩子讲的时候呢，不可能讲那么细。嗯，我们就告诉他隐私部位不可碰，不许碰。嗯，凡是背心裤盖遮盖的地方，不允许碰，都不许碰。那这孩子就有了一个什么呢？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身体，这是跟几岁的孩子说的时候？我们是小学低年级到幼儿园的孩子，嗯，我的身体我做主，嗯，隐私部位不许碰，孩子知道这个就行了。其实呢，你性骚扰也是碰了你的隐私部位了，他又多了一个语言的，对吧？那，嗯，碰触，嗯，他也有了，嗯。其实我们用小孩子都知道的这个隐私部位不可碰，我们来用到性骚扰上。我觉得应该也是适合的。他碰的是手啊，这比如说手也算那个，也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身体，嗯，我做主。就是孩子一说隐私部位的时候，都说是头发、眼睛、鼻子，住那个什么心肝肺，很少说到这个部位，因为他那个部位也不明显，他不好，哎，是不明显，他们还没发育。但是后来知道以后呢，我们再说呢，有一个禁区、半禁区和公开区，但是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你的身体你做主，只要你不高兴，任何人都不许碰。嗯，而且呢，跟孩子说呢，如果去医院检查身体啊，异性的医生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同。嗯，也不能单独检查。对，就是说有理由的碰你身体，也要有爸爸妈妈，监护人在场。嗯，哎，我觉得侯老师他们这个教育和我们那个法学的那个基本概念是一样的，嗯，就是。权力的边界，你个人可以为您的哪些行为，这个安全要做主，安全边界、嗯，身体的边界。对，中国的这个小孩子的性教育，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文义老师他们不出版了一套教材，而且公开出版发行了，嗯，在性别平等圈内哈，那个肯定是大家都哎赞同，但是当他们去这个在学校在进行所谓的试行的时候，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反对。哦，家长反对。对，家长反对的原因认为是第一还太早，第二认为里边的一些插画什么东西他们觉得太过，有点接受不了，对，所以接受不了。就是小学二年级小学生，爸爸，你的精子进入到妈妈的那个阴道，然后呢碰触到卵子就生出了我，对吗？吓坏了，爸爸当时都傻了，吓坏了，吓坏了。但是呢，孩子接受了这些以后呢，这是一个生理的，是个科学，身体的一个科学的过程。有一个肯定你不能回避，就是孩子他怎么来的呀？对呀，一定告诉他。我小时候都说是嘎猪的呀。对呀，你那个石头放你身上，你说你是捡来的吗？碰出来的，捡来也说过这事。哪垃圾桶啊？是咱家附近的垃圾桶。对呀，咱家附近的有老有捡孩子。假如说现在这父母说，我一不小心这孩子已经大了，十几岁了。青少年了，小时候没有进行过这种性教育，我现在该怎么教他呢？现在起码爸爸和妈妈不能在孩子面前赤身裸体，一定要回避。嗯，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半大小子跟妈妈在一块儿，别那么亲亲热热，这个妈妈要有一个间隔，嗯，就是他会分不清跟家里的异性的亲密和外头的异性，是啊，但是你要在家里就让他懂得呀，嗯，让他懂得身体的界限。身体的不同，身体的界限和他在家庭中的责任，包括张令家庭的事务啊，大事他也参与意见啊，家务的分担啊，这些慢慢的，其实对他将来成立他自己的家庭是真的是有好处，是一整套权利与义务，对，嗯，也是性教育的内容，就是一种其实尊重嘛，他能在家里就学会尊重，而且家里进爸爸妈妈的房间要敲门，嗯，征得允许，而且妈妈也不能去他的房间也得敲门，家长可能有一种心理就是说我要是进他房间敲门我就失去了控制，他干什么我看不见了，对了，会不会反而我就失去控制了，
实际上孩子也应该独立飞翔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观念在家长跟孩子的关系问题上到底是一个平等主体还是一个是吧所谓的类似于这种上下级关系的一个体现。孩子没有成年之前，家长肯定就认为那相当于是我的私人财产，他的一切都应该由我来掌控给他安排。哪怕一些孩子已经成年成家立室，人家这个孩子父照样要去给他安排，指手画脚。我们这种以爱的名义，对，以爱的名义就是表达爱的名义嘛。所以在我们这个接触的一些咨询案例当中就有，这个男生都已经结婚生子，孩子都好大了，但是他晚上睡觉，他的妈还非要拉着他去跟他自己一起睡。你说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完全不可理解的一种行为。还真有这样的。对啊，所谓的妈宝男到这种程度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经历过完整的性教育。对啊，不要让这个不要让下一代再失去这样的教育的机会。对。我在讲这个，其实上作为这个我们接触的性教育。大概在10年前。